小心追你啊，刘星，来一下。哎呀帅，撞死你。撞死你。哦，哎，他跟个永动机似的，有个奶妈。哦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也来杀，我也来杀。攻，加油！哦，可以，好杀。哦，三杀马上。这都 K 不到，瑞瑞。舒服舒服。我这边是掉光了。他在，他们都在做没吃醋。目前跟瑞瑞还差一个头。咱是不愁的，咱是不愁。好，我信你。还跟瑞瑞差一个头呀，快了快了，只要是第二，姐我只要是第二，咱们就不亏了，懂吗？我懂的，没事，我们慢慢追嘛，等你后期发育起来。OK。这小傻逼，去帮他呀，瑞瑞。回家，出个装备。回家。哎，韩家。哎，死吧你们！黄图。哎，瑞瑞。你怎么不上班了？不是我整技能呢。怎么说？我都进去扛塔去了，你不点伤害呗？不点伤害，咱俩都不会死、啊。这把的话，对面是一个 AP。信我，等技能呢？啊，你有等技能吗？哎，他们俩这么杀，对面开始出 AP 了，出魔抗了。我飞斧。哎呦，哦，这一丝，哎，可以。大招一开，残血都得换。菜刀，知道什么叫是红星陈浩南吗？菜刀，妈有点无敌了呀，好肉啊！他是四百菜刀。OK。14比17/13。不带慌。我们就落后三个团。菜刀。菜刀。想跑吗？哟，菜刀。他在慢慢追了，刘星，你得龙都不带药的，多杀一杀，都不带药龙的。啊，我已经打不动了。给你奶。你上海装备啊？屁，回家。拜魔。做这种装备啊？哎，姐，送，姐，我不用奶，哎不用，不用奶我，不用奶我。啊、对。刘星，你帮帮我呗！我现在都落后他了，帮帮我呗，帮我拿俩头呗。我只帮我老板。我得保证我老板始终在第一的这个位置。对，你的觉悟就对了。哎呀，我听到了，是不是兄弟了？我来了。老板先兄弟们，说再说。我来了，菜刀，钢菜刀，钢。哎呀，给你小子拼一个头。可以，好杀，能走吗？谢谢菜刀。钢，谢谢我只钢。我就刚一下就刚一下就跑，哎，快走！刚完就跑，菜刀。哎呀，人种一个败魔，太恶心了。菜刀，谁让你们俩前期杀这么快呢？不出点魔抗，你们两个完了。AP 刺客，哎，闪现验尸，可以。什么抢头啊？闪现验尸，菜刀。保持住啊，刘星，我上把输了，你得给我赢回来。哎，我这边输是帮你的好兄弟报仇输的。拿了吗？这你都给我拿了吗？肯定啊！菜，刚一下。菜刀。毁了。刚一下。菜刀。哦呦，确实伤害高。哎呀，炸死了！哎、炸鱼了！炸鱼。你在干什么，刘星？菜刀。没事儿啊，我不是杀完了。菜刀折磨 A。两刀。A。三刀。菜刀。刘星，你干啥呢，刘星？我真的在帮你，你这么能跑呀？你死了，他要杀人的。你这么能跑呀？我真的在帮你了，姐，你看得出菜刀瑞瑞吧？你看得出吧？这么能跑啊？哎，还救队友，菜刀，电击疗法，厉害。对啊。OK， 双杀姐，双杀拿下。呜、哦。怎么躲的菜刀这么痛、啊？怎么还不活呀？你快活呀！目前17个头，哎，我第二名了。目前我第二了，人头。反正你第一，不管你好兄弟了呗，你好兄弟必须得第二呀。杀他！你不管你好兄弟了，反正我第一。
这话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不是刘星，你咱俩能不能是兄弟了？能不能出？毙了毙了毙了！能，帮我拿头啊！你上啊！黄图能，日我说能，哦，真能。OK，、哎、你就光嘴上说这能，你倒是放技能啊！你等我上呗。不能让我输啊！你得懂一个道理，就是活着才能更好的输出。是不是、这个？来，我来扛，我来扛。菜刀，刀，大招。小弟你扛，小弟我扛 ，OK， 小弟我扛。上你拿头了，小弟我扛，小弟扛，好，小弟扛，小弟扛，小弟扛，小弟走了，小弟打得好，刘星你就踢他头，刘星你踢他头，你踢完头你回头给我俩，你让我回到第二的。好的，好，菜刀，真在帮了，哎呀，炸死了，菜刀，菜刀啊。大招菜刀，蒙多来了，蒙多医生要给大家治病了。哎呀，小鱼人，你看这小鱼人，你看这小鱼人急坏了，这小鱼人都急死了。刚哎，我刘星，这头你能杀这个吗？菜刀，刘星弄的，咱俩一加油，刘星，就这吗？哎呦，就这样爆发。爆发怎么？你怎么给他打伤害？我这爆发比你们刺客都高呀！他差三个追上了，刘星，怎么还差三个就追上？我这爆发比你们刺客都高，你们这还是刺客呀？说了不会让你出的。你怎么老是给他补伤害呢，刘星？我出日炎还是那个？没有，咱俩能不能是兄弟了？你能给他打伤害？哎，这个大，我帮你。这不我帮你，你上。姐送啊！一个盾呐。对，帮他，帮他，送。不帮他了，算了。不帮！哎，不好兄弟怎么跑了？你兄弟死了怎么跑了？怎么回事？啊？这就好兄弟啊？人家这就是好杀的。哎呀呀！哎呀妈呀！好兄弟一起死，好兄弟一起死。菜刀。刘星，你什么情况？哎，太弱了啊！来求死，菜刀。你是不是表面兄弟啊，刘星啊？我就菜刀，我就哭给你上，你就哭哭在后面呗。刚死你，刚在后面死了。菜刀，我真有在杀瑞。哎，漂亮，菜刀。你干啥？瑞，我也真的。今天在干啥呢？瑞真的有在杀呀，瑞。杰奶。是真，别让他这样拿五杀。OK。爽五杀，不是的呀，姐五杀能拿到五杀吗？喷他 Q 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姐，我们跟这两个人比哦。刘星，不是，太爽了。你这波刚刚救我一下，他能拿到那五杀吗？姐送，不是啊，太爽了。你也没输出啊，我怎么让你输出啊？在哪里了？太鸡巴爽了。刘星，你赶紧稳在第一啊！我不想又被五杀翻啊。我是不是你哥俩想啥呢？哎，我第一了。我们帮你来报仇来了，你这样玩，啊、我们反超了。哎，我们第一了，你们两个好兄弟自相残杀吧。我第一了，我第一了。都哥，不管你俩谁，能不能先去把这第一追上去啊？都怪瑞瑞，为什么 AD？ 我 AD 不好。我先选的塞拉斯啊，你后选的鱼人啊，你在让我鱼人我不行吗？我是来帮你报仇的呀，报仇报仇。哎呀，你俩在干嘛呀？没事，先追人头啊。没事，我选个前排替大家扛伤害嘛，对不对？别吵。来，哎，对吗？来，我先扛，来，大家跟我来，我是你们的好大哥，哎，你们扛。哎呦，你这个男人，哎呀，开大缸，缸。刚蒙德上啊，刚上来啊，蒙德寄托了，没事哎，没事，我换了一个自杀，上来一直在上呢，就是扛呢，就是你就为了卖我呗，刘星，哎，没有，真没有，我真不是这样子的，什么为了卖你啦？什么为了卖你啊？为了帮你报仇，你知不知道我上把输多少还卖你？对啊，刺杀，五刺杀，真的努力了。刺杀姐，多的不说了。要不是你睡到现在，我至于第二把输？哎，我第一，姐，咱们第一的话能赢两个人，真的太爽了。又怪我了，花了一个时，花了一份的时间，赚了两个人的头，太爽了。他上一帮你报仇，你搁这哭哭睡，还怪上我了。然后我现在还要帮你老板垫着，我不急啊！你俩在干嘛？
垫着又不是不给你了，机场啊？那谁当我给不给呀、啊？我跟果就没玩过几次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他都没接电话，也才29个头呢，不多不多。我能追，不多啊。我的根本就没有果子。红星陈浩南，来。哦，都在野区。我没事，让他们先打一会儿，我在野区砍砍一下野怪，一刀999，流星上，砍回野怪，升升级，一定要上啊！这头肯定得上。报个装备，我还过来救你，你能不能两个人去帮帮忙，互相拿一下第一呀、啊？来、咱俩不飞不？这流星老卖我呀，前面。我没救你吗？我都这么救你了。红星陈浩南，流星上啊！流星，这技能给我了，流星，快呢！啊、哦，可以，流星，上了，上了，来来来，我坐你们前面，我来扛，我来扛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我是吧？我这没卖吧？我们来帮你们扛，我来帮你们扛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不要气馁啊！让蒙多先打会儿，让蒙多先打一会儿，那蒙多不打呢？蒙多不选，蒙多现在要打一下。哎呀，我流星你 K 呀、啊，蒙豆儿，你自己 K 不到，你说我干什么呢？蒙豆儿，你伤害高，你去给他投啊！蒙豆儿想去哪就去哪，蒙豆儿想去哪就去哪。不是我这一套，你追吧，你追吧。哎、你在干嘛？我给守家了。这死的没事姐，没事。流星什么情况？流星、啊。小问题，真是小问题。小问题，又小问题吗？哎，喵喵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喵喵，你赶紧指挥你家陪玩，你家陪玩拿第二就行了，少输点，千万别拿第三。哎，我这懂不懂？第三肯定是这个叫什么？这给他跑了。瑞瑞啊，你千万别让，肯定是要流星拿第一的呀。你千万别让你家陪玩拿第三哦。瞎说什么呢？我肯定让他拿第一的。来。加油啊，流星，赶紧追！砍死！姐，前面几波都在 K 了。我来笑了，我来笑了。我来笑了，大家都走开。我来帮你拖一下。OK， 好拖延。啊，我打我。流星，你这波不死，这俩头是不是你的？流星，刚死。Nice， 哎呦！那你是不是死的？你们干嘛呢 ？Nice 啊！那我前面死不是想帮你双杀双杀双杀，你快去找人杀呀刘星。再杀了姐没事没事，真可以，我小鱼人真可以。我来了啊，你小鱼这站后面，你站后面。哎，有头，我老会 K 了，有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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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你真会 K 吗？我来了你这个鹅都一会儿上个猪了，上小鱼了，上那上蒙哥上，我上了呀，我在替你打伤扛伤害，你咋不上呢？我也在上，刚一下，上我刚一下，我走了，不上拉倒了，替你扛伤害半天了，伤害他，你还真敢要呢？哎呦，你要又他又死了，这边的伤害怎么这么高了？嗯，那女枪六神装了，她伤害能不高吗？她鞋子都升级了。打我，想抢你个小丑，没抢上。你这个小萨科，别死呀，流星，你死了他就可以一直杀，你指望瑞瑞跟他抢吗？你看瑞瑞装备啊，怎么抢啊？刚一刚。哎，来，刘星，你能使点劲吗？刘星，37:26，有头 ，Q， 交闪了，交闪不杀，江湖规矩，不追，姐加没了，守一下家，姐加没了，家都要没了 ，OK。你不上我上，小丑。哎呀，这头，我现在伤害太低了，刘星。小丑，小丑，你装备咋样了？能不能我六神了，我六神。那你拿他头啊？你在家里，你踢过来，赶紧的，别让他杀了。
快去杀刘星！鱼来了，鱼来了！哎，你躲点技能呀！你一过去杀他！这儿呢！哎，你别让女将，你在干嘛呀，刘星？你这什么鱼啊？你减速了，姐！不是刘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小尼姆，来！我前面给你，我前面给你这样打工，给你这样拿头，你现在你现在你玩的啥呀，刘星？你在装什么？我一刀，你在装什么？差13个了，刘星，13个。你在装什么？你在，你在装啥呀？还没事呢。我，你知道我很能 K 的。你在装什么？我会跟着门哥直播，真的。我那一波五杀。你在装什么？我都输多，我都输多少个？你咋拿五杀呀？你在装什么？我都输多少个了？你为什么不能？你为什么不能上去杀呢？前面我一直给你打工，一直给你进去扛塔，你不杀人，你技能全让他给拿了。你在装什么？你自己也没杀起来，你还问他我姐下路头啊？我先去下了。蒙多想去哪就去哪了。小丑鱼，小丑鱼，小丑鱼，来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！各位观众，刚。刚用过了，nice！、哎、我砍你了，真的小鱼啊！刚，我这菜刀比你人都大，真的，我这一刀下去，你伤害有没有？能不能帮我拿头啊，刘星？你能不能帮我拿头？直接给你揍成酸菜鱼！你真能吗？真能！你能不能的？你先看看你们落后多少个了，还拿他41个了，帮你拿不拿的？你能不能先让他上第一啊？能不能我不想输啊？哦、我有五杀啊，别忘了啊！刘星上啊，刘星！我知道，我算着呢。再上了，你再上了，你就在旁边看着。你刷微信步数去了吗，刘星？想这个呀？刘星的奇安娜残的，刘星。哎呦，这能让他拿的？没事，太能跑了，杀，对，杀。你真能杀吗？哎呀，杀！你干嘛呀，刘星？杀！你能不能玩啊？你让他先顶塔。杀！你别扛塔，刘星。好。哎呦，太对了。你在干嘛呀，刘星？刚一下就死，就一杠。伤害太高了。不高。你会玩游戏吗，刘星？是你会玩吗？啊，是啊，一点输出都没有。你俩会不会玩的？我这个输，你俩会玩不会玩上了？塞拉斯才14个头呀，怎么回事呀？你们俩兄弟齐心，为何不能齐力断金？来，这不是太菜了。来，什么我太菜了？你自己拿不到的，你在怪我吗？啊，你那装备的小鱼，你给我玩呢？你给我玩，他能杀起来吗？我帮你在那，我都在那帮你顶塔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在旁边，你说你有技能，你有什么技能？你为什么不进去补伤害呢？人都全让他给拿了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么急吗？你凶什么呀？你凶你有什么好凶的呀？他现在是不是比你杀的人多呀？你在叫什么呀？你先杀你的呀！你杀我打不过你转肉啊！你也出心知道呀？你叫什么呀？你叫上了？对呀、啊，换物理啊，换物理系。姐，我还能偏。换 AD 塞拉斯，喊 AD 塞拉斯，伤害都差不多，那咱俩一杀就行了，那就在后面等着给我那头。哎呀，我这一杆没刚死吗？啥一起杀呀？有点假。上啊，刘星！想办法追刘星！什么上啊，刘星？这个伤害没刚死。那我得开大加点攻击力了。刘星，开大得加点攻击力。看下面板。那伤害越来越高了。556点攻击力，一点伤害装没装？本来能这么高的吗？1万多血了，怎么帮好兄弟出头被自己好兄弟骂呀？是呀，没事姐，我真的是没事。我还能 K， 你这兄弟不行啊，表面兄弟。菜刀？什么表面兄弟的？让你说吗？啥呀？哎呀，都让你们先打了，算了，我就刚一下就走。我刚一下就走。夜魔帮你们扛伤害，你们都不杀呀？那就别怪我们夜魔杀了。对啊，我这把还出肉呢，我这把啥都没出，就出的是肉，吃了午餐呢。想办法杀他，夜魔，你先等一下，然后等他没技能了，你再杀。啊？怎么了？
我叫夜魔，你叫我吗？指挥我吗？啊，什么夜魔？怎么了？哎，姐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杀了。输的神志不清啊！姐，你怎么好像那我帮谁呀、啊？我叫错名字了，我帮你呀、啊！你有啥用啊？你到现在14到13啊！我今天晚上帮你来报仇的，你打成啥样？你怎么到报答的我呀？不能推倒。刘星一直跟我玩的心眼啊！那刘星一直跟我玩心眼子啊！谁跟你玩心眼？他是我互赔，那上把为了帮你报仇，我输了多少了？他肯定帮我赢回来呀、啊！你帮我赢不了，我还不能让他帮我赢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跟我姐的？我操，都他妈给我气糊涂了！你俩真的，我能把他叫错，真给我气糊涂了！你俩能不能动点脑子打呀？来，我怎么赢不了啊？这刘星就在后面、啊。哦，那你赢啊！你去赢啊！哎，有提莫吗？你不行，你就这把。你不行，你就这把，你帮他，让他先第一呢。现在差的还不算太多，他就一个五杀。你追上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还有的玩？你这样玩干嘛呀？俩人内互干什么呀？我看那我帮他，他也不上啊！就把我卖了，我再上啊！你那是帮吗？你那是在送。我看你在旁边说没蹲没技能了，就是不救我啊！就我一个人在，我怎么没救你啊？你上啊，刘星！我退了刘星，这么杀了？哎呀，太恐怖！对，这不就杀了吗？就这样上啊！就这样上。你早这么玩不得了吗？麦克尔杰克多，杀了呀刘星！你在干什么？就这样，不让夜魔打就完事了，不让夜魔拿，干他干他，就跟着我呗，学会了，就跟着我是吧？哎，刘星，你在干什么？刘星，你瑞瑞，你看到后面有人，你还要这样上？那鱼人不能跟过来吗？急走一开，谁都不爱，他咋扛啊？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呦，我你手加了，我这手加了，捡你手加了。哎，打死你！哎呦，刚死你！刚死你！嗯，捡你手加，其他交给我，好吧？嗯，我去手加了。我有个狂徒，不用回家的，目前就是在外面闲逛，闲逛。哎，手加了。捡你手加就行啊，其他交给我。我要被你俩气死了。记住你们今晚的目标是要不是让我道歉吗？来，我都出肉了，我这把头出肉给大家扛塔了，还这不算道歉吗？嗯，但是你们两个也不中用呀，两个人，嗯，不行啊，扛了半天也不拿人头啊，是不是？给你们扛塔，你们不中用、啊。头顶上拉屎，我真的是 ，Q 死你。出个板脚，姐我来了，姐我来了。你的陪娃、嗯，我看你陪娃也不着急呀、啊，他们两个人光顾着自己。不是，瑞瑞啊，陪娃着什么急、啊？刘星不在的呀，你在给他打工啊。陪娃着什么急、啊？你在玩什么、啊？给他送了两个，不是他没在呀、啊？那你为什么要上啊？刘星都没火，你上什么呢？帮我拿头呀！那我来，我们两个不都能杀吗？不想给他头吗？不是那你停了吗？那你不 K 你 K 到了吗？你没伤害，你又想 K 头，那等于在你打工。那你 K 到了吗？我为啥没伤害？你不知道吗 ？OK， 姐，你就守塔，哎，我也守塔吧，让他们俩在外面，行不？你们俩好兄弟在外面呢。野怪刷。来来来，我，对面高地不出点魔抗对付你这两个人啊？嗯，你先上，你上，你打他呀，不是你这 A 他呀，哎，对了，太对了，太对了，我你就等我呗，没有啊，不是这样，我解释。哎，这一波瑞瑞死了，追刘星，瑞瑞，你这么玩的话，你老板知道吗？啊，瑞瑞，你这么玩，你老板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关你啥事啊？差一点，刘星，你在干啥呢？不是关我啥事？你们俩是竞争对手，你们俩还互帮互助起来了，你这不是对你老板不负责任吗？嗯，对啊，他负不负责任了，他总不能让我输吧？那你的意思？那你意思别的老板出了钱的话，让这个帮你呗？啊？谁道他老板在不在呢？他打成这样，谁道他老板跑不跑的？啊，那你活该、啊、瑞瑞，你这么玩的话、啊、你这么玩怎么行呢瑞瑞，就是啊、嗯、你怎么能只顾着自己呢瑞瑞，对啊，你怎么还你好歹有自己的老板呢你们两个
你是不是没老瑞？我瑞真尽力了，好吧？咋回事呀？不给了，你们找啥呀？不是给不给？那别发出你那笑。你等会儿赶紧再给你老板打个电话。你们俩是竞争对手呀！你们俩是竞争对手。怎么还不让人笑了？夜魔打得这么好，我不该举手欢呼吗？那必须的呀！姐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！姐不要眨眼，我直接增加攻击力。狗都赢了，直接增加攻击力。你还不如狗啊！我来了，四连杀五杀。哎，可以。给他 K 了一个 ，K 了个头。没事没事没事。K 了两个头，好 ，OK， 我三个，没事，姐，我三杀，这不不让他拿五杀，他们俩一人一个，没让他拿五杀，人头还低呀，还是落后的呀，不亏不亏，而且对面拿个大龙，没事的，嗯，没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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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俩能不能闭嘴啊？啊，闭嘴，你是老板呢，让我们两个闭嘴，啊。我跟我姐说话，你是癞蛤蟆跳悬崖想当蝙蝠侠了你？你还让我们两个闭嘴了？嗯，就是啊，你说的算吗？你是哪根蒜呢？嗯，指挥上我，哎呀，来，都出来了，这姐，我们领先几个了？这一把看一下啊。三十二十翻倍，我们领先。OK， 三十二，然后十七，然后我们是五十六个头，我们还有个五杀翻倍。对，五杀翻倍，很赚了，姐，非常赚了。霸王血铠，我等下得出一个。流星，你招点急啊！万豪端午，霸王血铠。你在装什么？哎呀，你为什么不上呢？流星，你鱼都丢了。不是霸王血铠，什么装备出个霸王血铠？我就等你不上，我就等着我斩杀呢。六百点攻击力，你等着你斩杀。哎呦，动点脑子玩游戏吧。我刚一下吧，我刚一下吧。OK，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什么老巨人胆子大呀？哎呀哎呀，怎么不救你家？哎，你干啥去了？你咋不救队友啊？哎，我半天，你为什么不上呢？你咋不救啊？加被偷了。加被偷了。在家里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没兵线，他偷不了。好。没有兵线，没有用。没事，我跟他这么说。你在装什么？我不会让他拿这个头。你又跟着他了。拿不拿的？你看唱了多少？唱了二十六个，他还有个五杀，又翻倍。姐，你等我，等会儿我也能拿五杀。我等到啥时候呀？哎，他以为你们不记得我们的五杀了？这怎么死的呀？正准备放了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来，这里有头，这里有头，来来来，我们三个一起抓他。二十五个。来来来来来，上你上你上。我上了，我上了，我上了。哎，我去刚一下，我去刚一下，刚一下。啊，我一下，咱护士友好。来了。拿这头。来来来来来。你还跟他护士长友好了？你跟他又好上了啊？你混走了吗？去杀了他就行了。太杀了姐。嗯，是歪了，是歪了，是歪了。你还跟他友好上了？来，没事，这头在里给我的，他必须友好。来，拿呀，拿头呀，给你扛伤害呢。齐亚娜，杀这个脆的吗？不行就。哎呦，你这怎么能被推到的呀？哎，守一下家，姐，我守一下家。哎，他死了，小云死了。哎呦，你在玩啥呀？哎，哎，干啥呢？死了，我守不了了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互射吗？你们看谁屌？他打不过。嘿嘿嘿嘿嘿嘿，不行呢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们两个不能追得上了，我还要去给你清兵线，还不能推塔这把。你们俩咋躺一起了？刘星啊，我都差多少个人头了，你帮帮我呀！我再不帮，我要出个璀璨会响清线了。你帮哪去了呀？你帮哪去了？你跟他们，你帮的你都跟他们称兄道弟了。能推塔呀，一个塔一百个头啊！你们想推可以给卖掉一百个头。你都跟他们互相友好，那又还有男人头呢？哎，怎么上来了这些人都？我尽力在帮了，我尽力在帮了。没事，我清线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看下一个头，我帮不帮你？清线，完事了。看下一个。刚。看，你等一下，你先别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那你不是什么帮不帮的？你看一眼，差多少个头了？六十减三十三是多少？他还有个五杀。清线，清线。还帮什么帮呀？清线老快了。把这个没事没事，钱给我。
我还得搁这给你吭哧瘪肚的清线。姐，你等我，等我，等我看，等下看。这个屌毛怎么这么能跑呢？这屌毛，你现在还能走位啊？你他丫的，我砍死你！他又杀一个。我意思呢。你看我的清线速度，对呀、啊，我一个平 A 就可以清波线了，还是很屌的。一个菜刀就清线了，你别管那个兵线了，你去杀他，我能帮你清，好杀，接着杀呀！你不是帮我拿头吗，刘星？再帮了，再帮了！帮屁啊，帮！你看看你现在多少了，你还帮？清线速度还可以啊。嗯。已经再帮了，已经再帮了。炸死你！好多。炸死你！我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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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溜了！哎呀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刘星，你在干嘛？刘星，来了，又来了！哎，加美了，加美了，姐，加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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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哦，两个，加美了，加美了！哎，不能追他，我还得帮你们守。哎，刚死你！在干什么，小兵？那我是不是得帮你们清线？那规矩我是不是得守？我又不是那坏规矩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姐，姐会不生气。你让我一个寒冰从蒙多手里先抢人头，他还有个星之钢，我怎么抢啊？我的小剑刮过他板斧啊，我怎么刮呀？嗯，没事，无所谓，姐，反正咱们现在第一，赢了，你消消气，咱们现在赢了就行。哎呦，我要气死了，还我别急。对，我们翻倍，我们还翻倍了，不亏很赚，对吧？别急，别急，喵喵，别急。你这不也是帮你好兄弟出气了吗？对吧？谁跟他是好兄弟啊？兄弟嘛，不会计较这种两个怂的。哎呦，不想理你啊！别跟我说话呢。怎么了？他不是咋了？我真努力。你看，我现在出装改一下啊，对面全是魔幻，是吧？你等我一下，你现在伤害也挺高的了，真的。我的妈呀！我可是打半天，你 A 一下就行了。我的攻击力现在是600多点。姐，你别出来。姐，没事没事。我别出来，我在家看一下手机吧。下一波团战，姐你就守家。下波团战就好了。好，我守家吧。对，咱们俩就守家。下波团战，我你看这把舞台很大。OK， 你加加油，想想办法，好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姐。我理解你。哎呀，魔汉太高了，你都跟他追踪到地上了。魔汉太高，他们俩杀不掉了，杀不掉了，交给我了。我兵都清不动了，刘星。没事，姐，没事，这不。大招一开，刚，刘星你 K 的刚，来。滚开，小玉人，别蹭来啊！是我没机会，你 K 啊？能 K 吗？操了个 DJ 了！可以，这个能 K 吗 ？Nice！ 你怎么这么能抢呢？你这个小子 ，Nice！ 哎，讲出个啥呀？啊 ！AD 小鱼人，怪不得呢。多了 ，AD 鱼啊！我操，这什么鱼啊？变种鱼！加油，姐。说了，相信我，我真的有在努力。我就说这个鱼人怎么突然伤害这么高呢？控不了伤害了，出的是 AD 鱼人啊，姐，狂妄。他改出装了。嗯，改出我也换一点改啊。改上出装了，这小子。动上脑筋了。科技鱼人啊，整个科技了。哎，我在想出幽梦还是出盾弓、啊？我以为他是 AP 呢，伤害不高呢。一看不对劲，情况不对。原来是 AD 鱼人，毙了！我一戳戳死对面。我先回家买个血那个血铠。想办法追一追啊，刘星，把血铠换了，你动点脑子慢慢打。958点攻击力，975点攻击力。有在动脑子。957点。动脑子的。975点。啊，这不是我动脑子。可以。马上破千的攻击力。相信你。我们两个很屌。没事，我也动脑子了。绝对不能让姐。姐看好了，姐看好了，别眨眼。让你看一下我这个攻击力，什么概念 ？OK，
蒙多尔想去哪就去哪，15000滴血，双抗100+，加上975点攻击力，就问你怕不怕？所以抢不到头，就你害不害怕？抢不到头。哎呦，你别这样打呀，瑞瑞啊！姐，我知道。OK， 我想拿头啊！我想出去拿头啊！我必须在，我必须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战斗了，不然的话这个血晶没了。我肯定是想出去，我肯定是想出去拿头的呀！你手加压就好了。大面一开。能守住吗？你在装什么？你我不也想拿头吗？你在装吗？你在装什么？你在装什么？不是，你在装什么？你在装，你又在装什么？可以。你在装什么？刘星又让人拿上五杀了。你在装什么？我打不过他，我抢不过他呀！我操！耶，姐，帅，太帅了，姐。你是我的神，没算好，那咋办嘛？那再拿个五杀翻多少了？这一波运气就有点差了，姐。装的 AD 装，这一波运气就老差了。没事。哦。他们现在急眼了，没事，就是三个人上。很赚，姐。我们反正已经拿四杀了，不能这么想，人得乐观一点。咱们已经拿四杀，已经四杀就很赚了。对，很赚了，很赚了。嗯，没事。哎呀，我看着最倒霉的就是这个瑞瑞了，17个头。嗯，你怎么追呀，瑞瑞？瑞瑞17个，啊 ，AD 塞拉斯的呀。你是癞蛤蟆是青蛙，长得丑玩的花了你还玩上 AD 塞拉斯了？啊？不是瑞瑞，你这局落后这么多，你空了联系一下果子呗，你最好他自己能花，落后太多了。70个不多不多，也就翻个倍而已。我联系他一下呗，那他没理我呀，你在忙吗？不是。他70个，你17个，这纯两级反转的，这你老板，我都怕你老板不认。那不也差不多吗？70、17，这还差不多呢。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伤害不低的，他们、哎、有输有伤害的，有伤害的。我不可能每一个人头都抢得到呀，不可能每一个。精力狼，精力狼人头，只能说精力狼。没事，那煎饼果子不给你，那就是让这个 AD 塞拉斯来着，让这个流星出呗。我看看是怎么个事儿，看什么强度，让他们老板出，看是什么强度。你别搭理他，你看我理不理他的，搭理他干嘛呀？我知道姐 AD 塞拉斯，我见都没见过呢，都没见过。不是你俩就别出去打了呗，就回来守着打呗，我求你俩了呢。我守着呢，我跑着呢。不，刘星，你回个头呗。998，只要998。没事，我给带过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就守家了。哎呦，刘星，你就跑！这寒冰就盯着我呀。我们当时杀呀。K 我的头呀！我们夜魔都不出去，我们夜魔都在。哎，塞拉 AD 塞拉斯有个勾八的用。就是你家夜魔最乖了。他搁那上上眼了。快回来呀，刘星！不行。棒的呀！你这愚人要干啥呀？你到剑圣玩吗？到剑圣，能杀不就得了？别管他了，你空的联系联系老板吧。对呀，管好你自己。来来来来来，那70个，37个，他比小鱼都多了多少个呢？都多了33个呢，还有个五杀，不是我刚才拿了一个，他两个五杀。没错。没错。快去，没错，没错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哎呦，你别老被他推呀！没错，没错。哎呦，刘星，好，使点劲儿，别那么刘星。哎，哎呀，太能跑，又是四个头，别那么长了。还行，不亏，不亏。不会的，你让你老板给你帮帮忙。赚了，赚了。只是刚才没看到。你们不行呢，你们三个人，你们三个人怎么打不过一个人呢？啊？就是我搁这哭哭送。对呀、啊，不行啊！你们这我都烦死他了，我也送完，谁知道这样子呀？我帮都帮不了，现在。我们拿四个，他拿一个，哎，也不也还行，很赚。不是开局他不让你多送点吗？送个几十个吗？你忘了？很赚。我再送了，我送成啥样？他拿不拿得回来呀、啊？这哥俩，那谁知道他这样啊？再等一波机会。我都逼到出差日出新线了，我能怎么办呀？
我都帮忙，我都这么帮刘星了，不争气啊？你有帮我吗？没东西换了，我没帮你吗？反甲反了，光瞪着心眼了，拿啥帮了？一万滴血。对呀、啊，我是来帮你报仇的，你来攻击力了，一千点了。我没跟你玩心眼啊。焚天换一下。谁跟你玩心眼了？聚酒换了。不是你这样抢吗？让我点经济呗。听你们的话，听不了一点。还有人说让我把狙酒换了的。我装备比你好呢。说啥呢？不是这也抢啊！你玩不玩了，刘星？群众里有坏人。没钱了，没钱了，借点花。听不了，听不了一点。真没钱了。不是，咱俩说好的，你还帮我拿头呢？你干啥呢，刘星？来守着啥呢？别出去，刘星，你回来了呀！这塞拉斯现在一点用没有了 ，AD 塞拉斯。哎呀。哎呀，这鱼雷也没用了。在干嘛呀？这没有我扛伤害，他们一点用没有啊！看好了，别眨眼。看好了，别眨眼。大灭一开。你在装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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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我！你在装。那伤害有点高吧？你在装。装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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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装什么？到底？帮也不是。在装什么？点去八，抢掉！真要给你抢了！哎呀，真要给你抢了！我们气得今晚都睡不着觉。79个，两个五杀姐。两个五杀懵豆。懵的不是，是不是还得我盯着他人头拿不拿五杀，我去抢才行、啊。差点给他抢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问你俩的。这寒冰就跟开了脚本一样，那有锁血挂那个。不是血啊！这波真得是姐姐的，你是我姐，你是我爹，你别姐姐的了，你想想办法行不行？得我想办法不让他拿五杀，气死我得了呗。79个，想去哪去哪，没事。想去哪就多少倍了？翻两翻三倍了？翻倍了，翻倍了！我站在这夜魔能不能挡住我了？你有流星等着收集者呗？我是收集者呗。蒙朵，你收集一下呗？我也收集。不抢了我挺多经济吗？你整个收集者呗。大蒙朵。行，等我收集者了。等我来收集者来也来 K 他头。你们这个 AD 多长时间的收集者？你收得动谁呀、啊？你们这 AD 流有点厉害的，讲道理，游戏理解有点棒的。还可以的，还可以的，再给他点机会，还能行的。狂徒换一个焚天，一刀一个，姐，我换个焚天试一下咸蛋，尝尝咸蛋。好 ，OK。地牢、哦、来，一个两个，他们在野区，他们在野区，先往后走一走，你别上了，我求你呢。哎呀，是你把鬼子引来的吗？我都准备回家买装备了，你把鬼子引来了。玩过水东引，哎呀，我操了！来，往这边走，我给你控制一下。哎、是你把鬼子引来了，走走不掉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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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卖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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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还要我抢啊？哎呀，太能抢了，这寒冰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三个头不亏。抢一个呀，我都能抢到，你能不能抢不到呀？刘星啊，抢到了，抢到，我也抢那个，我看了刘星挺努力的，这不，我看到了，刘星我使上劲了，黄图卖掉，不是我，我他妈刀都快变卷刃子了，那剑都快拔成啥样了，就，哎呦，你俩气死我得了呗！我那叉子，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82个头，12%的物理吸血，我们就100个头了，Okay、你们一个39，一个17，这个17这个更离谱啊！这17刚才就17，现在还17。1000点攻击力，1000点。没事，没事。嗯，别说吴瑞了，吴瑞真努力了。来，试试强度啊！你两个都互相努力上了，你没那个水平就别让我送呀！不让我送，我还能帮你俩打打伤害呀、啊！哎呦，英雄猎人80个才翻倍的。我现在这我也在英雄猎人，今天是希瓦纳，不是蒙多先生。你知不知道当一个寒冰能在小鱼人手里才 K 上头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？你知不知道？是的。姐稳住，你让我再发一发，我现在还没
怎么有我不可能每个人头都抢到，我要跟三个人抢的。三要么从来都没让我帮过忙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头没抢到也没办法你、啊、别人一没抢到就压力了，别说我是压力怪嘛，打成这样还压力。姐你消消气呢、我消消乐吧，我还消消气，刚死好惨。我给手机拿着玩消消乐吧好不好，我消消气呢。别玩了没你姐，你那清明你也骑挺快的，你装备也挺好的，你要不分我点钱呗？试一下强度啊，试一下强度。没事，姐，咱俩没事。黄的，真能输出。我还差个装备呢，姐。你说的他妈是人话吗？我分你点钱，你动点脑子呢？你贱不贱啊，瑞瑞？还气我姐呢？不是，那让咱姐消消气吗？第一次听，老板分配完点经济啊。来、他老板要死了，打到家门口了还带你去逛呢。他老板要死了，他老板要死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死了死了，看我的攻击力。姐姐我来了，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，看到了，我的妈，我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姐，恐怖如斯，别让他拿五杀，你别让他拿五杀，我的妈，这是什么装备啊，哎呀，这个、他们好难抢，我真心太崩了吧？他们好难抢。不是，这波真的是我没赶上，我赶上的话，这只能让他拿五杀吧，我必须杀四个。不是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变神装了、啊？我的爹呀、啊！你是我大爹呀、啊！我换装备了，姐。你换啥？你也不应该还没神装呀？你俩在干嘛呀？哎、86 40, 下一条龙的话是3分50秒，我出我拿水龙，我就没必要出狂徒了，懂吗？姐我身装，姐我身装，OK。他们吵起来，他们可这就是又唱又跳的，又唱又跳。人家秋雅结个婚，你们可这又唱又跳的。你差他46个，你告诉我你怎么追啊？还没办法推他的，不行，我去杀一杀的，又不用我去杀一杀呀。姐，我现在找抓单，我现在在抓单，三分钟多杀几个，没事。两个五杀三倍，86减40。你相信一下，相信。本天治疗了1000滴血，没什么用。你相信你老板打电话了，我都把他赖账了，看见你的战绩、我的天哪，天一般般，你30分钟前17到现在还17。你猜他老板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不知道，有事呗，他老板有事儿。哎呦，又在说我真服了，出一个收集者。你拿啥拿头？你拿头拿头啊，你拿头。瑞瑞是想拿头姐。没事儿，别说他了。哎、我真想带头啊，姐！他，我也知道，他理解。没东西出了，讲道理。不是，别生他气了，别生他气，别理他。你们好，都是靠我们夜魔在扛。快活呀！你快来啊！我帮你打伤，我杀他，杀他！不会真要我抢吧？姐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哎呦，就拿这一个。四杀，我一个 W 伤害都很高了。璀璨幻想伤害这么高吗？咱俩搁这核心怎么抢人家人头，然后你还死了，还有一个泉水挂机搁那看不知道干啥的，厉害、哇，伤害好高啊。太多了，没事，姐你别急呗，姐就守家了。急我啥时候急啊？游戏还不结束，我现在巴不得赶紧结束了，我怕一会儿我再多输点。今天不是来报仇的吗？好好抱抱呗。这尸体是谁的？难道说是小鱼人的吗？你们两个咋回事呀？今天是干嘛的呀？别急呢，游戏没结束呢。没事，姐。今天是赢我的呀。还没输呢，你肯定赢你啊！游戏还没结束。肯定赢我，我那90个，我拿两个五杀了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你们不是来报仇的吗？你们怎么还吵起来了？不是，就这一把又给你嘚瑟上了，我。对啊。这一把就顶你们一晚上了，这一把。
什么一把的上一把我输的不算输啊，那上一把那人头不是人头啊，那是消消乐消下去的小动物啊。一把顶你们一碗，还报仇还怎么报仇啊？对呀、啊，报仇呀！你们赶紧报仇呀！等你们报仇呢。不行，我真得去上个厕所，我膀胱要爆炸了。你上厕所了？你上个厕所还怎么起？我还怎么玩呢？给你这把还给你膀胱打爆炸了呀？啊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陪玩怎么回事啊？这怕黑你跑，快跑！你这塞拉斯人怎么这么小呢？你这塞拉斯，怎么在这就去上厕所了呀？咋回事？哎呦，塞拉斯小不小呢？那问题，哎呦，哎呦，不是你别再上厕所呀！我真，别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！游戏怎么玩呀？别看好了，别眨眼，别眨眼。干什么嘞、啊？我操！我怎么死了？哎呦！我怎么死了？你说怎么死了？这、啊，这还上厕所？拿个五杀的吗？乱砍！不是，三个五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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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你在那怎么死了呢？你在那怎么可能不死？你回家上厕所呀？还有这个瑞瑞啊，你能不能联系你老板呀？我真受不了了！你要是真杀不过，你就帮刘星抄夜魔呀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买一个，让对面推呀、嗯！可以理解啊，他都要膀胱爆炸了，他肯定要去啊！四百多点魔抗啊，法强，行不行、啊？我联系了、啊，没理我呢，在忙了都说了，尝尝咸的，尝尝咸的。赶紧联系、啊、都能别守了，让对方推了吧。哎，我打死了。推呀、啊，我守，你们不守我守，我姑姑守。哎呀，姑姑守塔。你看我们夜魔 A 一下，那兵全死了。你别守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守了，行不行啊？求我、啊。赶紧结束吧，行不行、啊？求我可以喊。怎么这么坏呢？喵喵喵喵，你喊我一声爸爸，我原谅你了，好吧？喊什么呀？我求你了，还喊爸爸了？别守了，得守，得守。那欺负谁呢？不行，你买游戏，不是夜魔，你那叫上了啊？对呀、啊，就叫上了呀，怎么办呢？咋办？不是不守了，那咋了？叫呢咋了？那我们领先这么多，我们肯定要叫啊！水龙，水龙，水龙。嗯。我们马上就一百个了，反甲换个血手，那人们马上推啊！我快，夜魔，夜魔，快！哦，没有，我再帮你多杀一个。对面啊！是谁？是谁让我反甲换血手的？我操！死在家里面不动。厉害的那个，对，来一个。你又在那说他谁比谁厉害了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澄清一下，哈哈，澄清一下。我走下是吧？确实就是我比你厉害。哎呀，我就不知道把他俩放到下路，那两个人在下路互相帮持上的，我们怎么玩啊？我还只能拿个奶妈在上路发育，后期给你们奶。哎呀，我要被你们气疯了，真的。那个姐玩的是娜美是吧？后期配合我。对，玩的娜美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就我带杜兰见了。你控一下对面吧。行，咱们就发育呗，咱下路就发育。嗯，咱们下路就发育发育，没毛病。没事，姐，后期你跟我，我照样能杀的。我们这边很猛的，绝活，真绝活。掉队了，姐。那他要发育，那咱就去下路给他送两个呗。送两个，那姐他要这么说的，你姐你先你送、算了，不能送，送了我不好兑现。爱送你送，送了不好兑现。我他妈送，杀我吧好。哎呀，漂亮。搞快杀了！怎么打个女人这么费劲？这个万豪，难道？哎，姐，你耗点血呗。嗯。哎呀，都放上点燃了，好恶心。没事，姐，你消消气是吧？我在前面帮你。这把我和刘星必须给你，必须给他，必须给他安排了。能补到是最好的。啊、都死了坏了，坏了，姐坏了。
这下路两个人感觉咱们俩可能不一定打得过。是的，感觉我们也都逃出来了。行，我就看你是把他表演好吗？你在上路好好的送，真的。我可不敢送，我真不敢送了，我得发育给你们后期奶。没事，姐，你这把相信我们好吗？我不知道这个他打的后期打得动人不？打不动，塞纳后期怎么能打得动对面呢？肯定打不动啊。定的，那还不是我。反控一下，死亡不会留下伤痕。插边。A。A。哦。A。就补刀呗。你要不要来杀一下这个人呢？这个人被我打残了。可以可以。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我马上升四级了，姐，等我一下。A。OK， 我来了。哎，姐，你躲我这么后面干嘛呀？害怕吗？我怕。姐，你站这么后面干啥呀？你站这么后面。我怕遇到你的兵。啊，你没事，你 A 你 A 随便 A 啊，姐，你 A 我兵更好了。我随便补刀的。你 A 他一下呀。我随便补刀。这已经被动挂上，那就死了，姐。随便补刀。我拿着头盔。我哪敢相信你呀？你上把的操作，我不敢相信你能控到他呀。你的 Q 万一丢不准呢？我肯定丢准了呀，姐。你这都不相信我吗？那咱还怎么那个？有机会不能一条心的吗 ？OK， 你再来好吧。下播我包我包你个弟弟。行，哦 ，nice。哎我，不是你在干嘛呢？我信你跟那个哥，我信。我失误了，我你失误了，失误了，你失误你他爸，你失误，失误你他爸。你怎么骂人呢？你们不好兄弟吗？你玩什么呢？不是给他们是网霸吗？怎么对线？不是失误了，你没看见吗？锯齿短臂，你这是失误啊，纯菜真的。我。不是你这不让人失误是吗？不是不让你失误，你不是你，这不纯送吗？ 你一会儿不是你不是你一会儿能拿到头了，你不是他玩的威啊？你就红 buff 了吗？威加火呢，这把聪明了，一个选 AD， 一个选 AP 了，聪明啊！那可不止一点，我还选真伤呢，我看你后期打的动作。有人头，有人头，我拿流星。操！你不早说，什么叫隔山打牛？你不会看地图吗？那谁不对线呢？我这对线想单杀他吗？你有人头你不说啊？你说了不就过去了吗？哎呀，你俩别吵呀，好好打呀！姐，随便玩，随便玩。我这个英雄能补刀刀，无所谓的，补补。你看，你补了，我还能吃到魂。好杀！你吃都行，对你吃都可以。对吧，太对了姐，你都太对了，真的玩太好了，真的玩太好了。姐 A 他，哎对，太对了姐，这能给他杀起来了吗？太对了姐，在下路跟谁起呀、啊、太对了姐，咱俩伤害怎么这么高呢？ 非要让他俩去下路，那他俩在下路沟通着打上配合的有你俩啥事儿 啊？对呀、啊、不是瑞瑞，你确定吗？让他玩下路怎么玩这样？你去我那 gank 他，他是抢的人头啊！抢我人头！我去上路，人都被 K 了，那我现在没伤害，我去 K 头啊！我没伤害 K 头咋办呢？明目张胆的叫我们！明目张胆的，恶心我！抢他头啊！你抢他头啊！抢他头啊！是吧？不是我，等我看看呢。我看你文言做啥呢？你我看看呢。我看你文言出的啥装备？不是你，咱俩伤害怎么这么高呢？咱俩伤害，你这护盾是心之高，太高了。对呀，双子咋的？不是你冷啊？不是你冷啊？你不言，你不言，我怕死，只有活着才能更好的输出。反正我说明白了，我已经四个了啊。回来了，我已经四个头。你俩别吵了，他四个头了，你俩还跟着内讧。姐，下路好拿头，一下就两个，一下两个头，很赚的。我们下路就是包下路了，我金牌。你俩淡定一下，相互帮忙就是人头啊。你还让人给单杀了？哎，小心姐。哎呀，你去帮他呀！他单杀了，你还说他？扣他一下。你也不帮我，我一过来就给他送个头。拿你。下路都杀起来了都。
你别急啊，我马上来帮你了。铁男往南，我帮你来了，我帮你来了，你看到吗？没事，我来了。来，我这是不是来帮你来了？没事，来我姐，来我。你看，你这抢头呢？我帮你，抢我兵啊！你速不速退？帮你了呀，我没有 CD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速退。嗯，不是你别骂了，我兵帮你，你不让我帮你的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拿头，我帮你。好，我不急，不急。对，你先别急。他这把出什么？心之钢尾啊！下播帮我拿头，行吧？嗯。你真的是癞蛤蟆日青蛙，长得丑完的花呀！你这个威恩呢？他没大的。你总不能动脑子啊！心之钢尾。玩游戏。用脑子玩游戏。啊。我兄弟肯定有脑子啊，我兄弟肯定有脑子。杀他杀他杀他，来死了，就这么慢慢打，你俩别互掐了。好好好，没事，我听我姐的，我姐说啥我听啥。我就不补兵了，对吧？姐你补我一会儿，我再来帮你。W 哎呀，这个都没有火吗？没事，姐就上三个，有点小。咱现在是后期。他下路一打起来，拿到一个就是俩。没事，我拿你。OK。没事，咱不学输出的。只要情侣不到六级，我还是不慌的。六级之后还是有点慌。我大。给你奶一口，能走吗？好。好奶，绝世好奶。哎，好 Q 好 Q。我姐不快死我姐，能杀吗？打两个。我的中路打两个呢，是我姐。哎，能杀吗？哎，漂亮，好配合。有杀，可以可以，就这样慢慢打，别急别急。别急，咱不急，咱是一方的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咱俩兄弟，兄弟齐心，齐力断金，必须呢，兄弟。嗯，漂亮。七个头了，舒服。姐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姐怎么了？姐你咋了？不开心吗？嗯，没有啊。我想给你发，给你发什么照片呢？咱俩还差四，还差四。随便啊，随便啊，你私房啊，不是你私人照片都行。追一追，他现在七个了，那你加加油。嗯，姐我来上路吃你线。OK 嘞。你吃，都给你吃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交闪拉开，哎，吓坏了，吓坏了。可以，别小心。你吃。哦，空了。没事。在哪？再跑。哎呀！兄弟，我帮你推线，喂。没事，我死了就没，我死了。我帮你推线，兄弟。你俩别内讧了，好好打。不是，他吃我线。没吃你线，他帮你推线。小臂。嗯嗯嗯。狂妄。我八个头了，领先他们一半。八个人头。你小心点，可以。火男四个，威恩两个。哎，心之钢威恩第一次见呢，但第一次见啊，玩挺花了。你别急，你就看他有没有理解就完事了。你看那肉的，你看打不动难道？打不动我。能杀吗？中路这两个，有点难，没蓝了。来了，要么追人头，杀他追人头，你别这样子啊，我奶不到。我这补伤害呢。好了。哎呦，他死了。没蓝了，差点伤害，身上好 Q。他又杀了一个。好了。但这头被抢了，姐。这一波没事，姐。哎，这头怎么是我抢的？你的浪打到他了。哦，这样。对。这不杀了。哎。伤害起来了呀！塞纳伤害也不低。轻轻松松。哎，咱今天玩的不烟，玩的挺开心。可以，全是理解。我看你怎么理解，你这装备伤害太出太慢了。刘星，看你落后六个了。嗯，我知道姐跟上把，
遥遥领先这一把，遥遥领先，追一下，慢慢来。姐，你这技能放的挺准的，好预判呀、啊，预判挺准的。我说我要杀了，能杀就杀呀。预判很准。哎呀，让他追一下，帮他追一下。我最喜欢的辅助就是辣妹了，有减速吗？能攻击，能奶，能控制，能杀吗？好杀，很喜欢。后面那个能杀吗？我这真是帮你拿头啊，兄弟！我靠，你太准了你，你这太准了。我没奶了，没事，有了有了，可以可以，好杀好杀。哎呀，伤害太高了，咱们伤害太恐怖了。你真是我兄弟，咱们几个了啊？我们又是遥遥领先 了，人头人头遥遥领先。这领先那么几个，别叫，没事儿，都不用理解打败你。怎么了？你的意思你威恩跟我塞纳比后期呗？那肯定啊。是吧，那来呗，看谁后期屌嘛，来呗。看谁后期厉害啊，看怎么个事儿。嗯，哎，出个装，我出什么呢？出这个战歌什么都可以，辅助我不太会问啊。我操，姐高地怎么就没了？高地都没了，我打不过他呀，是我来。你咋这么能送呢？啊，打得动吗你？来打他，打他！极限爆摔！爆我呀！你打得动他吗？你小子！谢谢。哎，不是，瑞瑞，你他没伤害啊？这威恩！告诉我，他没有答应帮你担保啊！哎呦！啊？啊？他给我发信息，他说他没有答应帮你担保啊！不会啊，怎么会呢？啊，那得自己抽了。他给我发信息说的呀。那姐他得自己抽了。同意我，同意我好友了呀。我姐答应我了呀。不是不能够啊，那是答应了呀。不是，我刚加的微信，他现在同意我好友了。你先别急，姐，你让我这局好好打。你要不行，你帮我担保了呗，一样的，我这局好好打，这局咱一定能赢。你上盘的呀，我怎么帮你担保呀？不是，你上盘的一般就是他不担保我出的。上局是上局，姐。瑞瑞这把再努力，姐，要不你替他给了吧？我、哦，原来无人担保、啊，没事儿，没人担保。真靠谱吗？你俩别一起搁这儿整我吧。不会，姐，你像我跟你讲，你这把帮他担保了，这把赢了，我们两个赢了，是不是就你赚了？哈哈，是不是？这么个理，好好好，你信我。那要是输了呢？那上把不就是也没人担保吗？哎呀，上把真的就是，哎，这瑞玩的不行。哦，我懂了。你跟这把行不行就好了。我懂了。不是什么，你为什么一直在维护他？你俩是不是一起伙来在这骗我的呀？真不是啊，不至于在这种事情。不是，凭什么果子给我发信息说他没帮你担保呀？你没帮你担保，你为什么刚才要跟我讲可以担保啊？你别联系上啊，前面姐，我姐答应我的。李龙，回我信息的，你联系他呀。瑞瑞啊，没老板给你担保，你这搁这骗啊？啊？不是，他真不可能骗你的吧？怎么撒谎了？瑞瑞跟我认识很久了，你等一下，我让果子过来。你非要这么说，我让果子过来。骗是吧？是拿了，完了，可以没中啊！我发现，是这个喵喵怎么聪明一时，蠢一世呢？哎呀，喵喵，你给这两个不想跟你搭话，哎呦，你给这两个陪玩耍的团团转了呀，喵喵，嗯，不是把我当冤种是吧，瑞瑞？没有啊，我当了三天过来帮你打夜魔，然后我前面输也就算了，你让我帮你担保，到头来还是没有担保。哎呦，交什么闪呢？不交闪，这个头不就是我拿了吗？交闪，你这还没听懂吗？你这个陪玩瑞瑞陪玩想空手套白狼呢，他输了你承担，他赢了到时候他自己拿，然后他们俩再分，可能是这个逻辑吧。当然我是猜想，你自己想一下，是不是这个
这个逻辑。你别挑拨我们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挑拨我们不是你俩是把我当冤种的。是不是喵喵？你自己想，他老板说没给他担保，但是他又说担保了，他输了你出，他赢了，他万一他赢了，你要把这个人头还要给他老板，妙，不是。太妙了！你个闭嘴呀！不管担不担保怎么样的，你这一把赢了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拿不到头啊？刘星，太妙了啊！不是，就显得你会说话，后期英雄，就你长嘴了呗。后期英雄，不是我长嘴了。这上把一样的，后期你等我一下呗，姐。你们俩是不是串通的呀？你在那，不是你在那编造什么东西啊？没有编造，我猜的，我联想的，我猜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你咋那么会意淫呢？怎么还怎么急了吗？怎么急了？说到点了，开始着急了。谁急了？他说的谁急了？不会是真的吧？你俩不可能着急了吗？多久了？对啊，姐，不可能呢。他就在那认识多久了？杀我熟呗，就因为认识久了杀我熟是吧？真不可能。怎么会呢，姐？姐，不是你不能这么想，我都认识多久了？你是吧？你这不投诉呀？我和刘星认识多久了？怎么可能？当然我没有证据啊！不是不是真的，你结巴什么呀？当然我是猜想，我没证据，我没证据。没有，肯定是真的呀！我证据没有。哎，我都不知道你冤枉我，我咋说呀？当然我这是证、啊、那个猜想了。我老实人，你别欺负老实人。那我还我来好好打吗？我还能好好打吗？我问啊。真的。不是夜魔，你们店里之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吗？没有这种情况。没有，没有这种先例。但是这是我的猜想。你可以想一想。姐，你别跟那猜想了呗。猜想。对啊，对，在那编这些东西，就是没发生的事情，你在那编。我也没说是，我也没说是一定是真的呀。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我跟我姐都认识这么久了。我知道呀，那我也没说什么呀。你们俩怎么这么开始喜欢辩解了？不是真的，你俩说话磕巴什么呀？磕磕巴巴的，然后每把都告诉我能杀能杀。闭了。那你能让你给我冤枉了吗？你看你还结巴了，啊、你老结巴干啥呀？你是小结巴。没结巴，真没结巴。哎。不是主要是你俩每把都说能杀能杀，然后选些奇奇怪怪的英雄，然后也杀不了，然后还上在高地上站着挂机上厕所，让人家拿五杀，不是那就你俩故意的呀。那这就是、那这就是游戏水平的问题了。不是说真的，菜我能理解，这样就太恶心了，玩太脏了。他们很，你看光在这说话，然后死，然后对面20个人头，然后到现在你俩一人7个人头，两个人加起来没有人家多。那是因为我辅助，那是因为我老板辅助的好，下路两个人头呢，一下有两个，就是，懂不懂？我们仨就好了呀，姐。老板玩的好，姐，你相信我们。我还怎么相信你啊？我都给我发信息说不给担保了，怎么可能的事儿呢？哎呦，我这办好。不是，你这根本拿不到人头啊！这姐，你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。还等一会儿？每把都是等一会儿，每把都是等一会儿。你俩是不是等一会儿等着输完了分赃啊？输完了怎么分赃呀？怎么可能的事儿啊？输完了咋？对了。输完了咋分呢？他们是万一赢输了，他们没有风险。气糊涂了。他们输了没有风险，但是赢了风险巨大。只是单纯的菜太菜了。把我这当冤种哦，赢了的话，果子那一份你俩要分是吧？有这个才反应过来，有这个可能。不可能，有可能。你乱说啥呢？跟我姐，不可能啊，姐。有可能。怎么你俩怎么磕磕巴巴还嘴角带笑的呢？什么意思呢？然后每把都玩成这样子，反正没风险是吧？没风险随便玩。对，可以这么认为。不是被冤枉了，谁不着急啊？对啊，姐，那你看我的伤害，姐，刘星拿头刘星。你闪现到夹子上，你这不是在？我那三杀了。不是刘星，你咋没拿到头呢？我拿到一个了，打死一个。不是，我现在很着急，我被冤枉了，我很着急。
你急啥呀？你没看到你着急吗？你很急，你嘴上是急，等会儿真等会儿。你的身体是一点都不着急。我得让果子过来，这不对。不是，你俩说话一个比一个不对。喵喵，不用果子姐了，喵喵来了，真不用果子姐过来。啥意思呀，喵喵？叫果子姐干啥呀？他什么喵喵？我操！我要被他俩气糊涂了，果子。啥意思呀？我这刚睡醒，我咋就给你300个？啥意思呀？不是，哎呀。那就对了，那我他妈就觉得就是你俩有问题，你一直让刘星帮你帮你的。果子，我跟你讲啊，刘星一直跟我讲说今天晚上要打夜魔，然后让我约夜魔，我约了3天，今天约到夜魔了。然后这个叫，就你这个陪伴叫什么啊？叫瑞瑞，睡到几点？10点钟过来了，然后跟我说你帮他担保，然后我们打夜魔，然后你没联系上，让我先帮他担保。然后上局他输了300多个，我帮他付了。我这真是莫名其妙，我这一觉起来，我这三百，啥意思？这300，真莫名其妙。这瑞瑞是不是有病啊？我都跟他几天都没打了，我跟他都没联系了，他在那胡说八道啥呢？妈，没联系了，没联系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说你担保了呀？瑞瑞，你这么骗人、嗯！我担保他，他谁呀、啊？我担保他，瑞瑞说话。我对不起姐，我太想报仇了。说实话，夜魔太嚣张了，我为了赢啊，姐我你为了赢，你莫名其妙，你在那损坏我的声誉呢啊！我啥时候给你担保这了？对啊，瑞瑞，你怎么骗我呢？没啊，姐，你信我呀？对啊，姐，你这人都骗我呢，还真的是。是刘星，这不是你好兄弟吗？你俩合伙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姐，他骗了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是什么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一头。你这咋说谎还一套一套的？没说谎。我就莫名其妙的，上次你给我输那么多，我都真想把你拉黑了，几天都没联系了，你给我在这儿说呢。哈哈，都拉黑了。莫名其妙吗你？你是不是有病呢？人老板，人老板都不想点你了，你还帮你担保呢？你上次把我从黑钻输到白金，哎，你还好意思？哎呀，姐，我你别姐了，我不是你姐，谁是你姐？你是我姐。我不是你姐啊！你还给我在那姐呢？你还给我在那姐呢？我不是你姐。我是嫩爹，我是你姐。合着半天就是在骗我了，就是把我当猴耍是吧？是呀。没我啥事儿啊，我啥都不知道。这个叫喵喵的是吧？我啥都不知道。那咋办呢？姐，你们给我担保一下呢，姐，我真想赢他。那怎么办呢？求姐，我求你了。那姐，这个人头谁给啊？我感觉能赢，姐。那谁给啊？我感觉能赢，姐。那我要跟那个客服反馈一下这个事儿了。你今天客服反馈一下吧，反正我上把他说你担保，我才跟他们打的，我输了300多个。你们事儿你们自己解决吧，我去打。姐，你还笑呢，姐，你没听出来吗？那两个老板等下都不认了，那谁给啊？啊？哎，对呀。你咋后知后觉呢？不能不认啊。哎，那店里的。陪玩搁这脏我，那我肯定我自己输的我认，那我担保的不是我确定担保的呀，他在骗我 呀，我自己输的我肯定认啊，我有录音的，你们两个人，我都有录音，你录不录音的？你录音，你应该录音里面有听到他说他帮，他说他老板帮他担保，我先帮果子付啊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果子输的呀，我肯定不认这个钱呀。对啊，你要认让他自己认啊。你说你先帮他付啊，你先帮这个瑞瑞付啊，然后呢，到时候再去问果子要嘛。那你就先帮瑞瑞付呢，然后呢，你再去问果子要嘛。然后果子说他没有的话，那你只能去找瑞瑞嘛，一样的。不是，那不是这个刘星跟我讲瑞瑞这个可信那个可信的，我肯定不会帮的呀。那刘星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信他呀？不是，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，姐，我有没有？你认识很多年了，你不是把我当冤种吗？这刘星是不是他也知道呀？刘星是不是有知情啊？刚起来了，刚起来了，我真不知道，真别乱讲，说不定不要乱讲，想剥我和我姐啊，你别乱讲。
你们好兄弟。哎呀，那真的，你这完全是给我挖坑让我跳啊！哔哔哔！不是你自己怎么不去搞清楚怎么回事啊，刘星？你这平白无故我多输三百多个啊！你输的就我就认了，他输的我为什么要认啊？那是你的原因啊！你没高兴，没搞清楚你就答应了呀？嗯。对啊，你也不去问我。姐，我跟瑞瑞认识这么久，我也不知道他这样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归根结底就怪这个瑞瑞，还有刘星。你说这话你啥意思啊？懂不懂？什么啥意思？你不是在这没有老板担保，你非要说有老板担保，然后让刘星跟我讲这讲那的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你录音我又不可能不认呐，我已经划过去的东西我不可能不认呐，我这把已经开始了，我确定我人家有录音的，我也不能不认啊。你告诉我现在事怎么办嘛？输的你来，你来付吗？不是刘星，你不是过来帮我报仇来的吗？这不是你跟我说有老板担保你的吗？你现在怪不得我老板怎么做呢？不是刘星、啊，你扪心自问，咱俩那么多年的兄弟，你说这话，你说你说你不知道我这样的人，你不是啥人啊，刘星啊？不是，咱俩是不是兄弟了？我就是太相信你了，才让你是让我老板给你担保。太相信不是刘星，你跟他这么熟，你不知道他这样人吗？你这是纯粹把我扔到黑水里了呀，这我怎么办啊？姐，然后我过来我还成了一个挑事的人了，然后挑完事我还要输多少？姐，我不可能让你受伤的呀，你是我最疼爱的姐，最亲爱的姐，我怎么会让你被人侮辱呢？是吧？让你过来找别人骂是吧？这必是这个瑞瑞骗了我啊，我不可能骗你的呀。哎呀，这个喵喵被当枪使了呀，真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就纯被当枪使了。我刘星，我这么信你，你怎么搞这种人过来跟我玩啊，刘星啊？不是、啊，我给你打多久了？不是，哎，我在店里打了这么久，有输有赢，我赖过一次账吗？那你这账，你让我认归认，你让我多难受啊！我多相信你啊，刘星、啊。嗯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对啊，你。这也是一怪你不去问好，吃一堑长一智吧，没办法了，都怪瑞瑞。嗯，要怪就怪这个瑞瑞，还有这个你又怪上我了，刘星啊。那咱俩你说了，你看那么一辈子好兄弟，你看他好兄弟都在怪他了，那就他的问题了。亲兄弟也明算账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坑我和我老板啊。什么亲兄弟明算账？那咱俩那之前我帮你的时候，你跟我算过账吗？啊？亲兄弟就得明算账，哪里没算过账？真的是啊！你看我请你吃饭的时候，我没请你吗？我少请你了吗？啊、咱俩是不是好兄弟？你俩的事我不管，我就想知道刘星，你现在你对这个人你都不清楚，你说你让我担保，我不是说输不起，我是觉得我被当枪使，你这纯在玩我呀！姐，你要明白一个事儿，咱俩都是受害者，我也不知道，之前他确实一个挺好的个人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你受害啥了？两个就是拿，对啊。我说难听点，你有啥受害的？你有啥？你有啥？你损失啥了？我是不给你结单了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说你赢了，我不给你单钱了，还是怎么地了？你这纯是我一个人在吃亏啊！嗯，是的。这姐伤了我的心啊！真的，你就跟我你伤了你的心，你那个心能怎么地呀、啊？我是扎扎实实的输了人头的呀！哎呀，又拿一个头了，坏了。这你老板一个人承担你们两个陪玩，我又得输多少个啊？怎么办呢？不是瑞瑞，你这次办的，我真不想理你了。你又别跟我连互删吧，真的。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那咱俩那是不是兄弟有难，你是不是该帮一下呢？你现在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兄弟有，那你也不能对我这个，我父母啊，衣食父母下手啊啊！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到底是跟我怎么说的？你说咱俩可能都在网上拜把子呢，是不是？你现在给我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那咱俩就因为就这事儿，你要跟我干啥呀？你要啊？哎，那我难道兄弟想报仇，你不帮一把吗？呀！别说了，我现在听你说话，我闷得慌。你现在这样对我讲，我听得很不爽，真的。哎呀呀呀！又拿一个头了。我真的，你这杀也杀不过、哎、打也打不过，还把我当枪使，我真的我要堵你的枪里、哎、没有子弹，没有把你当枪使、嗯、你是我不是妈，你根本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让我担保呀？我怎么不直接计件
请问不是你自己摸着良心讲，这位水友如何计较？你有输有赢，有输有赢，我说过你一句什么吗？你输再多，我说过你一句什么吗？我有不认过账吗？如何计较？你这把我当枪使啊，挖个坑让我往进跳啊！输了你俩一点损失没有，赢了你俩还能分上钱。我就问你，今天如果就是说你俩的水平可能也确实赢不了，那如果真的赢了呢？是不是果子的钱划过去之后，我要没加果子好友，那个钱是不是你俩分了？我还是不知道。我就问你是不是嘛？我就不信你可以把这个钱退回来给我，告诉我果子没担保。姐，我不可能骗你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一直四十三个头，一直点我单子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就是你像我亲妈一样。我做人再怎么样也不能忘记妈呀，是吧？是不？我不可能像不。老板都没提投诉呢。亲妈的，他这样子的人，你现在把我往水坑里拉。首先有个流程，老板提投诉。投诉到纪检部，纪检部再派我，然后他43个，差30个。老板还没投诉，纪检部还没有做，我这直接开始纪检。30多分钟八个头，我要认两个人的，我要认两个人的人头差。这瑞瑞是姐报复我的事情了，那发生这种事情了，谁还有心思打呢？还拿头呢，姐？伤害太高了。那是我要发生这种事情了吗？这个事情是我促成的吗？不是你先给刘星说的，然后刘星跟我说的吗？那我兄弟这样对我，我还能打下去吗？那我兄弟那这样对我呢？咱俩是不是兄弟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刘星这么对我，我是不是还不玩了？那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名声要的呀，我这个账我要认的呀，人家有录音的，我不可能赖账啊。那是不是我确实有损害的呀？搁这把我当枪使，你还说上了？开火！不可能害我姐的，瑞瑞。biu biu biu， 这事儿你得。你得自己跟我们说清楚，我可是不知道你的内幕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这样子骗我和我姐，真的，咱俩兄弟真没得做。你骗我，骗我亲妈，啊！我真不知道你是要干什么？你是在搞我吗？还是说你跟那个是一派的？你能害我呢？啊！玩一个火男啊，打游戏杀九个啊，还让我姐给你担保，你是骗？才杀九个头呀！你们两个，你就这么想我的是吗？对呀，他才杀九个呀！你吼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好吼的呀？我都没吼，你吼什么呀？还有刘星，你为什么把这种人拉过来跟我玩呀？三天了，我约了这个夜魔三天了，我以为夜魔不厉害，我看的比你俩都厉害呀！约成这样，到最后来受伤的是我，打到最后了，我亏的最多。那你都这么说了，你对你家陪玩这么不满意了，你还不跟助理反映一下什么情况呗？你个大老板当的，我反应不反应？我这把得打完呢，我得把账认了呀，我不可能不认呐。哎呀，那你我姐不是不认账的人，那哎呦，我不可能不认账啊。哎呦，那确实呀，那只能说你被这个两个陪玩忽悠的团团转了。我去拍个这个照片。啊？等一下啊！不是刘星，你现在跟我说，你这咱俩这兄弟能不能做了还？就因为这点事儿，你要跟我闹掰了是吗？这点事儿，这点事儿，你骗我老板，骗我亲妈，我这能忍？说你亲妈了，我这能忍你？删微信好友吧，就是现在，我现在立马删。刘星，你这样，你现在你以后也别跟我玩了。你把这种祸害带到我旁边来，我为了帮他出气，我约了三天夜魔。啊，姐，你让我给这种祸害出气？这不是？我昨天还跑到人家领导去跟人家说一句话，拿什么战书下战书？不是，我说一句话，就是你们想找我复仇，你们好歹调查一下我的英雄池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上来就要复仇，你不打听一下我啥水平你就复仇吗？准备工作不做好，你不坑你老板吗？嗯，你好歹搬搬我的英雄池呀！他们知道你水平呀，他们说他们知道呀，我才来的呀。那我就得更加说一句话了，喵喵姐，他既然知道我的视频那个技术就是水平对吧？那就更加怪你陪玩了，你陪玩没有告诉我是俱乐部的比赛的冠军以及上个月的榜一吗？没跟你讲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宝一，你喊我约什么呀，刘星？对呀、啊，不是我也不知道啊，姐。那就榜九，你能不知道他在榜一啊？那就更加有问题了，那就更加有问题了。我是上个月咱们陪玩人头榜的榜一，不是还他妈是冠军？你一个
绑九，你不知道在绑上的人，然后你约我跟他打，然后你把这种垃圾货色喊过来告诉我他老板担保，让我输这么多。对，你在干嘛？你到底想搞死谁啊？那你是不是跟你老板有仇啊？你啊，你是属于是那个叫啥来的？斗米恩升米仇是吧？是不是你？这谁骗我老板了？不是瑞瑞，你这什么人啊？哎，什么瑞瑞不瑞瑞的，你自己一个榜上的人，你不知道你榜一是谁是吧？你不知道上个月你们比赛冠军是谁是吧？还搁这问秋季赛的事儿，你秋季赛打得过谁呀？你这样子，你榜九榜一，你约人家三天，你还过来跟我狂的不行，告诉我，哎，你知道他英雄池，你知道这个知道那个的，知道最后你喊那个人过来诓我的是吧？你好歹搬一下英雄是吧？对不对？姐，你听我讲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上个月榜一啊，这个月他也没上榜啊，我一看。哦，我还没上榜。拿把枪嘛，我也就信了这瑞瑞的，是吧？这瑞瑞就骗人，这我操，这瑞瑞，我没骗你啊，这不是，那他实力也就那样啊。你跟我说他上个月打赢了吗？实力还对应的，实力还就那样，给你打成啥？打的，你看看你那个战绩，人家翻三，你翻三倍，你都追不上人家。那打不过，你还打的就那样呢？还打不过就打不过了，咋了呢？你吼啥呀？打不过你敢巴说话，我吼的就是你，你就是个废物，我吼你怎么地了？妹妹就是个废物，就是个垃圾，你敢巴没用，骗我点呢、啊、我追我的咋了、啊、没用咋无赖了是吧？不是，那咱俩他妈的是不是兄弟了、啊、不是，你跟你兄弟了，你兄弟吗？你就一句话，咱俩上面结论就彻底掰了，就一句话。我跟你熟吗？我认识你吗？你谁呀、啊？啊，你跟我熟吗？我啥你该说这话了，你谁呀、啊、你谁呀、啊、我不认不认识，我你爹，我你爹的，你要手机吗？你要手机吗？咱俩同时，你跟我说这个，你来跟我说这个，现在啊？牛逼！牛逼！牛逼！那我给你买那皮肤，你到时候说，那咱我是你一辈子的义父，怎么了？义父你什么是义父？你不管就装起来呢？就那69块钱，你对谁呢？就那点逼的皮肤，哇！我臣服了。那皮肤不是钱呢？啊，皮肤不是吗？就那点钱你也得想、啊、就那点钱你贿赂我？你就说咱俩这是不是大兄弟？那咱俩是不是结束就掰了？你就一句话，我真服了，我怎么认你这种人呢？啊，你翻脸不认人的。我认识你这我说我不会打、啊、你看我姐今晚说的撞个头，你心里没事吧？我不会打游戏了、啊、给我笑的。那真大眼睛看我这么操作，我就问了你你在那给我整这整这七整七整八的整啥呀？你是不是菜？你是不是骗人？我问你，哎，我就菜了，你帮我当兄弟吗？帮我当兄弟吗？我就菜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就菜了，给我都笑坏了。你菜，你叫我来复仇？啊，我要你菜，我能叫你吗？我不菜，我能叫你吗？那你让我老板给你担保啊？让我老板给你垫钱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你真把我当兄弟了吗？那我咋知道你打不赢呢、啊、哎呀，你怎么没想过后果呢、啊、你怎么不是你菜呢、嗯、啊，你怎么你11-9说我20-6、哎、我菜啊，兄弟，我菜啊，怎么了、啊、我菜啊，喂，我菜，我怎么了？我菜，我菜，我不菜，我能叫你啊，你菜，别当陪玩了，兄弟，挣钱吧，别他妈叫了，刘鑫，我跟你讲，刘鑫，你这个事你要给不了一个合理的说法，你顾飞你别做了，我找谁不行啊？反正夜魔不也没有顾飞固定老板吗？我找夜魔不行吗？我为什么非要找你啊？你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不好，你以后别想跟我玩。这个吴英也能杀了，我再跟着他。吴英起来了。不行不行啊，不行，别，那可不行。哎呦哎呦，这吴英是谁啊？刘星有点东西啊。我操！姐，你看我杀不杀完事儿啊？星之刚吴英还是有点东西的呀，得跟着他。你先把最好一把游戏给我赢了。把人头给我追上来，二给我个合理的说法，不然以后、哎、超大24，你把游戏打完，我直接出去给你拉黑，你以后顾飞别当了，我找谁不行啊？姐，这把我必须给你人头追上啊！我只要你，这瑞瑞我真不熟，我不认识他，这谁、啊？不是，我就想不明白，跟我讲，哎，我要去报仇，我要去帮我好兄弟报仇，显得多仗义多仗义，然后告诉我啊，也不说是榜上的人，然后也不告诉我，我寻思守家呢，玩男刀还是玩什么玩的很好的，也不说是他。我寻思守家。我现在反应过来，那个玩男刀玩的很好的也是他吧？是不是？好像是，我记不清了。怎么合着半天搁这把我当枪使，把我当猴耍呢？什么男刀玩的好的？没有，他那天跟我讲，你们店里面有一个男刀玩的很好的，我不知道是谁。
哦，我是不记得对面男炮是谁了，我只记得我觉得这个瑞瑞骗我这件事，我反正我是觉得不能办。不是瑞瑞骗不骗你的，是不是他通过你才知道我的？我怕点到塔。那你这就是纯纯把我当枪使，是的，我怕点到塔。你必须给我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。你要是给不了，哎呀，我寻思先让他们杀，等他们死了，我再拿五杀的。但是好像现在不太行了，这薇恩好像挺肥的，我得抢。姐，我给你保证。不是，我说实话了，这个夜魔，你真那么过分？我跟你说，你一直在拱我，拱什么呢？我老板被你拱没了，现在我好哥们被你拱没了，全都怪你。哎，不是你们先来找我的吗？烂人，你怪谁啊？不是你们先主动来惹我你、啊、惹我的吗？帮你报仇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家发条。我来了，我来线了。夜魔，我刚刚去挂机，给你开了一下，你记得继续看一下。哦，姐，我等一下再看呢，我先拿头呢。好。先拿头。呀。太菜了，你个瑞瑞真的，你不如夜毛，不是什么水平、啊、你不如这个流星的一根毛，真的，流星还比你强多了。那可 不是又有你啥事儿了呀？这是菜吗、啊？又有你啥事儿了，夜魔？啊？是不是就显得你有张嘴，你会说话了？好、哎。你说就是说，你说我们夜魔干什么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搁这就骗来骗去，骗来骗去的，又骗这个又骗那个的，你还好意思说话了？是。你再说一句夜魔试试呢？他好肉啊！给你也肿起来了。这就是游戏理解，夜魔学学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人头才25个，你在叫什么呀？咋了？你游戏玩爽的，你老板输了呀？你这个人怎么？反正啊，反正总有人要为这么多的事情负责。始作俑者。那必须是瑞瑞。是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这夜魔。啊，都是我吗？那来吧，那你来吗？来吗？姐，奶我，奶我，再奶，来吗？快杀！谢谢姐，谢谢姐，杀了姐，但是没拿到头呀，谢谢没有用啊。谁？不然我好哥们他也不会来。但是没拿到头啊，没有用啊。你俩傻呀，你俩你之前就跟夜魔打过了，你也不跟你兄弟说夜魔擅长什么什么，他一股脑子就来了啊，打得不好了，你现在就怪我们了是吗？我们就应该活该让你拿头是吗？我们俩站着不动了呗，我俩搁泉水里面站着不动，你俩去拿呗，就这样呗，就应该这样吗？我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我现在从现在起，我要是再跟这个瑞瑞互动一次，我就当狗，我就天天汪汪汪了，真的。你本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，刘星？你就说这句话了是吧？啊！我他妈怎么有你这么，我他妈有你这么恶心的哥们儿啊！啊！你咋什么呢？你是我哥们儿吗、啊？喂，你是我哥们儿吗？你不是对话了吗？你不又你在那夸我呢？你怎么又对话了？加被偷了。加没了吗？我得抢他头。你这么能打，手这么长呢？肯定啊。可能说半天，完了，我这手伸进老板裤兜里面，就是往里掏了，死死的掏。我这叫什么？哎呀，之前那个英雄联盟有个符，人家偷钱的那个叫啥来着？行窃预兆，对，行窃预兆，这你抽上了？你的吗？你在那，所有事情都怪你，什么钱，什么怪夜魔啊？这不都是你的问题吗？夜魔，你还在那说？凭什么怪你？还是你别的问题了？还别人的问题？瑞瑞，你先不是你还有那个闭嘴怪夜魔？你闭嘴吧，瑞瑞。是个正常人呢。怪夜魔。你们说没有？是个正常人都有自己的大脑，有自己的思考方式。是不是我呢？心里清楚，对吧？你让你老板，你说你有老板担保了，结果没有老板担保。你有没有想赢了头？你分赃呢？你自己也清楚啊，好吧，不要说那么多，好吧，不要转移注意力。哎呀，就好，好就好在你有那个什么逼脸，好就好在你家这个喵喵这个老板呢，还现在还没投诉你，给你点脸了，懂不懂？如果是我闪闪老板，高低的话就给你投诉到死。什么让你别干陪玩了，真的是吧？如果像我闪闪姐这么聪明的，如果我这么干的话，你早就给我投诉到死了，让我干不了陪玩。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的，干不了。瑞瑞，你就感谢我姐吧，真的。真的，你别感谢我了，我就问问你今天这个事怎么办。
我现在没投诉，是我看在你跟我打了这么久了有输有赢的份上，我没投诉。你告诉我今天这个事怎么办？不是怎么招人啊？还有脸去怪这个怪那个，还怪上夜魔了，怪这个的怪那个的。愤怒和气，有什么脸去怪别人啊？成什么样啊自己？哦，一下就死了吗？伤害有点高了，呀，一下就死了。呀呀呀！这给我控住了。干什么呢？不是，不、哦，我是要站哪里呀？在这儿。喷他 K。一死五杀。五杀，姐。他的流血姐踩成那个逼样，你就跟着他。你闭嘴！你个狗一样。加没了，姐。为了拿个这个五杀，加没了。不过也没事。姐，你听我讲，我真。